无法被禁言，好像。靠！我连我是直播间最大的人，我都没有办法啊，我都没有办法禁言，禁不了，不让进。这就是房间 VIP 厉害的地方了啊！你也可以成为一个。当然，如果你太狂的话，我可以把你的 VIP 给你下了，然后再给你禁言，这个样子。茶馆最大，你让茶馆把裤子脱了，我看看。我怎么不信呢？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！现在是六分之一的中奖概率。直播间有个2000的抽奖。还有30秒开奖啊！没有人送飞机了，我们直播间现在2000的抽奖，6个人啊参与了我们的抽奖。去剑圣的野区把剑圣杀了都。还有10秒了，最后10秒了，啊！我拒绝屈服于不认水平的对话。再见。快跑啊！驾！还回头。谢谢王大娘打小孩的飞机，谢谢新叔叔的飞机，感谢允儿的飞机，谢谢情商小男的飞机。先来个日炎。王大娘谢亏，王大娘是中了还谢亏，谢必亏呀、不要让他攒怒气啊！你好像不一定能打得过我。呸！哎呦哇，他有抠了！哎哎哎！他妈有个饭粒子进我鼻孔里了，我不能再吸了。先打个爆破。回家了，买个布甲鞋去。
的设施啊？部件海呀、啊，攻速海。其实我这部件海好一点，再把部件海的话会更厉害一点。我一会儿出点攻速装呗。哎，我来个部件海。三个大招，绿叉不好用，出破败啊，绿叉加破败也行，绿叉可以防暴击。有一股令人愉快的味道。哎呦我天哪，哎呀没舔着。你的绝望就是佐料。我舔真好吃，感觉可以越塔了，就是他的怒有点多。鳄鱼的英雄能回血不太好办，如果我现在带的是点炎的话我们可以杀他。这波试试吧，哎，推，不拆了，啊，看看剑圣的红刷了，咋的去？剑圣，等一会儿啊，他不一定能打得过我们。推，哇哦，这个双刀居然把我吓荡了！哎呀，没想到居然能吓荡我。我们先来个冰拳。先 Q 晕再 W 杀了，哎，现在 Q 好像你舔完以后它那三层没了，品尝美味就没了。
来呀！我的圣殿，驾！向人头吹。对呀、啊，改没了，你改没了，不能先晕再吐再那个再吞了，得再打一个三层。剑圣可肥了一波啊！让这小剑圣可给我肥了一波，这是。没什么用，我今天。打个眼儿来，你不收我可拆了啊！哎呦，先走一手啊！这鳄鱼好克我呀，它可以破我盾。死了吧！嗯，推。回家啦，哎，打个爆破再回家吧。无敌了呀，现在防御塔在我面前就是个摆设。我好大呀，我已经出反甲了，去下路赶开一波。推线越塔，哎，几个人啊，这人这么多呢，流口水。你还想跟我玩惩戒，小伙子漂亮。在这等一手，吃点饭。可能会磕头吧。
我操！我真吃饭的时候可不能吸呀，我发现。差点给我呛着了。风味的浓郁度，就是让我如口水的东西。先来个破败，反甲破败加冰拳，我们出门了。哎，河流之王来了，疾跑赶紧来！哎呀，我有反甲。也不是那么特别肉啊，来点吸血感觉应该能行。巨酒确实应该来一个，来个巨型九头蛇，再来个跑得快的装备。我其实可以来个绿叉，我不需要板甲。小黄毛是在塔下吗？在塔下的可不行哟。哎。干嘛呢？哎，推！河流之王来了！来抢人头，推！谁敢传送啊？鳄鱼的吗？鳄鱼居然敢传送！有没有红 buff？ 没有红 buff， 回家了。剑圣如果没来这儿，可能是去上面了，我感觉，因为他刚才往左边走了。投降了。